YouTube 的粉丝们，大家好！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。喜欢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按下点赞和订阅的按钮。我操，这版本听感有点厉害哦。他妈的，怎么这么久啊！我操！好家伙，这英雄改的有点离谱啊！离谱了，离谱了！五个装备，我屌你妈！一级装备这么多。
敌方中塔已被摧毁。嘿，我早就练好了，大飞姐。这边不敢出来了，我操！对面吐了，我操！我操，这个版本金刚真他妈恶心！你个套子呀，刚才救我！我忘了，我他妈不知道有这个技能呀，兄弟。
废，废，废，我废。插图不插图？我什么都没打打谁们打？就是无限刷刷大鞋，刷大鞋的回蓝，然后十正十字雕像。两个导弹，三个导弹，四个导弹。把视野开好，这波团战随便赢，兄弟。打打随便打，
我他妈这是导弹发射器好吧 ？V3 导弹炮。堵不了泉水，你妈逼一个钩子就进去了，骨头呢？我操！吐了，对面你妈个逼的！想学赶紧学啊，感觉要被修了。立马就是太阴吧，被平衡不能刷新。好的好的，潘熊猫，潘熊猫，微信微信。兄弟，你找错人了！我他妈可是我们队里面最弱的兄弟。你以为我很脆吗？我他妈是这些。呀我靠，无敌刀，
直接进行一个无的敌。是什么结果？果然他妈有一个。有眼有眼的脸，搞点雷，搞点雷，我要找到他们，长久的寒光。赛车是吧？我还不行啊，是有勇气，我就是为这个来。没死的，战友，我的困难下，我想的是认命更好的时机。给他打，莫怕莫怕，我觉得你已经受伤啊，来粉碎敌人的一丝力量。就我同意。哎呦，天坟了。哎，我中计了呀，兄弟们。哎，看不到，看不到。哎，挺能跑啊！哎，我 S 住了，哎，哎，你以为我会空大？我没有空大，好吧？哎，头是我的。来了，东风，东风啊，只差东风，我操！其实孟马加大战人这个体系还是很厉害的，毕竟孟马这个英雄算是刀塔独一无二、比较特殊的可以拱着别人、插着别人走的英雄了。我要那个搞点水，搞点咖啡。
game over。